结合音乐 MP3 的档案，我们点选插入的地方，音乐 MP3 透过档案附件啊，在电脑里面，比如说这是范例的音乐，我把音乐加进来 ，Slip Away。那进来又怎么播呢？当你点选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进行播放的工作，就会有音乐的播放功能。好，点这里暂停，选这个。好，那音乐当然这个呢，如果说你希望它是可以移动位置的话，好，要等它等文字框就可以来做移动位置。所以透过这个可以结合各式各样的档案。